相信大家看了前三集《娜娜爽聊》，so talk， 一定觉得意犹未尽。这次我们集结了前三集的绕网镜头，一次分享给大家，保证效果不输正片啊！话不多说，节目立刻开始。我们的娜娜爽聊三套，哎，我有接到，我有接到，大家有接到。今天的娜娜爽聊三套。对啊，所以今天很开心呢，就是娜娜爽聊三套。来不及。其实就这个作者跟美少女战士的作者是夫妻，对，就是他们两个都是少年漫画跟少女漫画非常强的，你知道顶天立地的。而且你看那个漫画，他们两个还互帮对方画画画画画画，你要怎么在画？你说为什么放画？帮对方画他们的场景或是角色，要放什么画？夫妻对方画什么画？你这个背景，你再给我画那么美啊！等一下。神奇我最喜欢的记忆是少女革命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？哦天哪，真的没有哎，这卡通我很没看过哎。为什么没看过啊？嗯，我不想看啊。请问一定要看过每个卡通吗？谁规定的？梦幻游戏啊！大字，而且那个神奇。一定要起啊！如果哒啦啦哒啦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不行，那是 Zanky， 当然当然这一首不行，一定要哒啦啦，而且要连音要连音，起起，对对，哈哈哈哈哈。要猜吗？好 ，pass 这边。等一下，我想要猜，怎么样？原来你在刷，在地上刷，那个 MV 是在地上刷，对，歌名想不到四个字。你是不是害怕破音？还是你？我老的天！还是你原本的歌唱就是这一类的？我确认一下。你现在我们很怕在欺负你。就变成阿力变黄小虎的。没有黄小虎还没有这样，黄小虎是我们这样。哎呦！他唱的是微摇，还有微摇。不要唱了，啊，真的假的？啊，我不知道哎。唱歌是，其实你的长相有点像邓紫棋，你的歌声的纯正方式也有邓紫棋感。假装多好，我只想要再拥有一秒。有那种邓紫棋感，邓紫棋的特色是什么？鼻音比较重，但她没有鼻音很重，但是她的那个共鸣位置很差。可是我以为邓紫棋是有点像 Shakira 那种感觉。你唱一下。假装多好。哎有哎、欸。有我知道你很难过。好的，要这样。他唱歌都这样。我知道你很难过，是不是也有？对，也有吧。别问怎么做，爱才能长久，直到你有一天你会。你知道是怪在哪里吗？哪里？别问怎么做，爱才能长久。他比较成人方面的。因为那时候蔡依林才19岁，要唱这个也是有点暗示。那这个真的，而且是原来你是我的主打歌，所以呢，原来你是我的主打歌，你就说他，这不是卡布奇诺吗？是你，我一直换人。两分题 ，Go！ 好大力点来。
娜娜，不是，不是吗？啊，蔡依林的。错。好，他知道。啊，好神奇。啊，不是，绝对不是。没有，我想再听一下。FIR， 我只要歌你的微笑，答对。哎，我跟你说，真的是，可是我还是不会唱。哎，他不是派错人来啊。他的微笑让我心中飞，要在我的心中随着心跳。有过青春，有过牺牲，被爱筛选过程，学会认真，学会忠诚，适者才能生存。是不是我们的总和？错错，来达尔文。我扣分了，我忘记这回扣分了，不能乱打。有过青春，有过牺牲，被爱筛选过程，学会认真，学会忠诚，适者才能生存，进化成更好的人。更好的，我觉得你压力真的好大。